今天呀、是我们少年们第一次的主题创业。这档节目让我开了眼界，融合的特别好，所以是完美的一个节目。对，你那个特别有感染力的，让王一博试一下。黄老师来一段。我没练武术真的已经多年了。就这种，怎么说呢，这个作品有一点稍微有点不上不下，里边东西太多了，都没有照顾到，都不是很精，现在就各是各的往外有点掰。刚刚你们那武术练的是个什么？好严格，这很严格。